我是妞妞吗？今天是我们环岛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从六福庄出发，然后我们会去力宝乐园，然后晚上会去一个很酷的火锅，就大家期待。哦，我知道。那我们就出发喽 ，Go！妞妞睡醒了吗？我们。后来没有去力宝，因为好像两三点还是三点多之后会下雨。然后我们先来到台中市，然后我们刚刚在网路上有搜寻了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好像蛮厉害的冻饭，所以我们来吃吃看。吃完之后我们会去，应该算是全台最漂亮的一间书店——鸟屋书店。妞妞要买她的开学用品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吃饭哦。来看一下，它冻饭很多，还看起来蛮厉害的，也太可爱了吧，好小哦。茶碗蒸来了，连茶碗蒸都是满出来的，好浮夸哦。是鸡蛋豆腐，吃吃看，好吃，好吃吗？我吃一片肉看看，听说肉很好吃，大家都对肉大好评。可是我这样吃完，你就只剩饭了。开动！肉真的很嫩哎，好好吃哦。你看你，你看，不是。我们吃饱出来了，因为刚店里面太吵了，都不太能够收音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超好吃。那就要去下一站鸟屋书店，走吧。走吧，他们已经开走啦。去买开学用品，走。我们到了鸟屋。鸟屋哪里有鸟？好，上面看到了鸟屋书店，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楼梯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楼梯。这个楼梯上去就是吉他呀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买了如何画用色铅笔画鸟心的，你看画出来怎么样？我们刚刚逛完了鸟屋，妞妞吃的棒棒糖好吃吗？还没吃完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到离 check in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到附近的审计新村这边有个市集可以逛，那我们去逛逛看，好不好？哇，三个好漂亮啊、哦！妮妮的开始画了，停一下。哇，在后巨大冰淇淋的前面吃巨小冰淇淋。哇，很重哎！很重吗？
照呢，画就画了，哇！妞妞还在吃，这边就是很多一些文创物啊，手做的东西会在这边摆摊在卖。过去有人吗？我们先走了，这边是刚走。没有加糖的。我们现在来到饭店了，嗨，对，这我们来入住台中顺天环汇，对，而且它这次的房间很特别，很像家里的感觉，我们要进去看看。先卖个关子，然后我们开门之后再来看，因为我们也还没看过房间，进去咯。闭眼睛，哇，好大。Have a wonderful tour. Enjoy your stay. 然后台中顺天环汇酒店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一进来满满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感动哦，感到快哭了。哇，你看。对，真的让我们家的感觉。我们先从客厅去介绍给大家，走。这边是门口进来，然后所有的按钮这边都可以控制。然后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大柜子，很多收纳空间可以放鞋子。这就像住家一样。对对对。然后你看，很少看到饭店会附这么大冰箱。整套的厨房哎。而且最特别，饭店自己的房间内就有洗衣机、烘衣机，还有它是洗脱烘烘的。洗脱烘的耶，晚上可以洗。对，晚上可以洗。其实我们这十二天，我们只有带六七套，所以我们都要每个地方有时候要找地点洗衣服。但是像住这里的话就非常方便。哇，你看，那里面还准备一盘水果，好可爱哟。然后饮料。刚刚在客厅，我发现他除了准备水果之外，还有一张卡片。还有卡片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六人的餐桌。要不要看？我已经玩开了。亲爱的妞妞一家，感谢您选择入宿台中顺天环汇酒店，祝您住房愉快，健康如意。冰箱内的小点心请享用。哦，谢谢。对，他们特别准备一盘水果给我们，真的好用心。他们有加热的抽风机。哦，所以冬天也不会冷。对，冬天也不会冷。然后你看，在主卧浴室，它也是有附一个紧急按钮。嗯，如果有状况都可以按，也是免治马桶的，对，也是透透的，真的很贴心，很棒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楼上的公共空间看一下有哪些公共设施。刚刚他们在楼下已经跟我们讲有游泳池、三温暖，对，楼上也还有健身房。那我们走吧，去看看。这边是游泳池，它是一个户外泳池。它是无边际泳池，然后它这边还有健身房，而且它健身房刚刚看都还不错的，它功能蛮齐全的，有重台步的，然后练腹肌，脚踏车啊、重训的啊，这种全部都这是训练大腿，训练大腿，对，健身房的设备啊非常的齐全。主要我觉得他管理不错，疫情关系他要量额温，然后每个人都要登记一下，对，还蛮方便的。然后你看他这边就是面向这个view很大，对，就是无边际泳池。我们check in完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吃晚餐。
吃生姜火锅，一般的火锅就是要自己捞，但是那个是用按下去，它底部会有网子就升上来。不要破梗。最重要的是，连人都是生姜的，对，会是什么情形？不要破梗。对，到那边再给大家看。走。真知我们已经进来喽。刚刚那个升降的那个游戏，他说12岁每一桌只能派一个人，然后12岁以上，90公斤以下。爸爸超过90，对，妞妞还没满12，所以我差2次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我去抓，然后你们再帮我拍哦。我帮你。超不开心，嘴巴可以吊猪肉，妞妞超想。我们的锅来了，像这样子的，然后要上升喽。哦，这个就是升降火锅，就是煮熟的，它自己可以升上来。要自己按。要自己按，那边有一个按钮，然后按下去之后，就可以再把它送下去了。然后我们点的是牛奶锅跟那个麻辣的。12岁，生人教阿基，12岁以上才能玩，所以你不能玩。QQ 不能玩，不要讲那么多了。现在要去玩了，现在要去玩，妞妞只能看而已。好，现在要进去了，先戴安全帽。你有发现？像蜘蛛一样，他进不去。兄弟太烦了。两次机会，好，开始哦。一次要没有吗？好，练习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球不知道会拿到什么东西哦，白虾一份，我们继续来吃。然后我们这个是一天限量10只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接放在那个牛奶的那一锅，帮你准备的是牛奶。你抓它的锅，把它放下来。啊！妞妞舍不得，妈妈走，太可爱了。喵爸要送他下去洗温泉了，哇，超级大只的啦！啊，吃的好饱哦，好不好吃？我想不想玩？而且有巨大熊熊哎，然后巨大夹娃娃机。那个熊熊一天只有10个。对，大熊熊一天只有10个，所以要先预约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饱要回饭店。对，我们现在回去游泳。好，妞妞想要回去游泳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。有。我们换好了，现在要去游泳池湖边的，对，湖边记的。
也是很美。哇，妞妞已经下去了，很冷吗？哇，在干嘛？你可以先走一走啊，等习惯之后走一走，对对对，很凉，很舒服啊。轻松的，对，放轻松，再太紧张，再松一点，对对对，放轻松就会飘了。你如果要抬着头游的话，你要很大力，很大力，就是你要花很多力气。你在干嘛？水上芭蕾啊！水上芭蕾啊！踢大腿，膝盖是自然摆动。对，妞妞在一边仰视，快成功了！哇，好厉害啊！我们游好喽，舒服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去喽。你会仰视，很开心哦。我跟爸爸讲啊。回去房间了。我们现在在饭店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先下去楼下吃他们的早餐，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睡得很舒服，大家有睡好吗？他们的床很好睡，然后我们的衣服也全部都洗干净了，就感觉有点像要从家里再出发的那种 feel。有没有哇？整个干干净净的。我们昨天用的那个洗衣机真的很棒。对，我们再看看他们的早餐有哪些。走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座位，我们现在要去带大家看看早餐哦。试试看哦，它有这个马铃薯跟那个炖猪肉丸，嗯，卤得很入味。它早餐其实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口味很好吃。对，我们吃完了，好吃，好吃吗？东西对，就是属于它是走少而精的路线，所以我觉得都有吃得蛮饱的。你昨天有游泳，你觉得那游泳池怎么样？美，很美，然后好游，舒服。然后妞妞学会了仰视，对，风景真的很美，因为它是那种无边际的泳池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哦。直接按下小铃铛，然后才会接到所有的通知。对，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喽，拜拜。放开，放开，对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对对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棒，可以再练，不要紧张，一紧张就会沉。放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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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吃到，吃到了，还好，没事，放轻松，我靠在我的手上，靠在我的手上。